带来满岛全国知名的文旦，佮过无外久就准备采收。大大粒的文旦伫咧树枝顶面，就赶去福建风扫灯落果。农民是拢无用着将果实拔好安，并且用竹篙啊支撑。一定烦恼一定会啊！啊，即摆会当做就是讲，咱赶紧来做即个防台措施，赶紧起锁啊来拔，互伊油啊较慢安尼摇啊。降低伊个落果，像我十几个园区，其实我算拢占着较悬个优势，所以我个排水功能是无问题。但是伫个科技一直咧发展吼，像迄较低、较低洼个所在，他们都有去做那个缩水个功能。所以讲，其实伊水来通常拢差不多唔免甲一工来，就拢会当甲水拢抽掉啊。风台最近头一个受到影响个就是农作物，知影杜苏芮风台可能会对台湾带来真大影响。农民加紧动作来防台，就惊几年的心血乌有去。果实正结实累累，所以他们会透过这树枝啊，那个或者是这些袋子哈、啊，把咱的树枝做固定或者支撑点这样子。所以农友都还蛮用心的，因为文旦哈、啊，咱一年一收呢。如果说没有防治好，无处理好，可能自己哈，咱就无通去修行啊。啊，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把它的那个。树让它枝条更稳固，然后以外袂落去安尼，好，然后比较低势的地方，因为做迄蓄水设备会启动蓄水，没有咱的树根正常固的水啊，所以是在防患上都做得还不错。本来惊风唔惊水，加上今年农民伫咧很苦做的排水设施拢袂歹，该做风台拢已经做啊，干那希望卖造成伤济灾损。南天新闻台山马道彩虹报道。